hotel and a roadie. Go tell and a roadie. Go tell and a roadie.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废纸公园，我是姚文，我是 CS， 我是金花，还有蛋塔。蛋塔在我们旁边，现在蛋塔正在拿着手柄正在玩呢。今天啊，咱们来聊聊这个《生化危机七》。这个《生化七》啊，也是在春节前夕发售，正好呢，我们利用春节这个小长假做一期这个有关《生化七》的节目。早期啊，做过一期这个有关《生化》的主题，当时呢也是有更多的是一些回顾、回忆自己就是童年时候玩《生化》的一些经历。金花呢是一个。算是一个生化危机的游戏粉丝哈，是吧？每一代你都玩过？对对，每一代，从一会儿可以聊一下都有哪些代，全玩过，全玩过。生化七出了之后，他必然要入一发。他呢，也是在这个春节期间啊，也是就是受了不少惊吓，是不是？还好吧，合家欢乐嘛，带着孩子一起玩。带着孩子一起玩，这个能不能带孩子一起玩，一定要因人而异啊。如果说你的孩子从来就是说对这些这种恐怖题材不太能接受的话，还是慎重尝试。对，这个因为我们家小孩从小就看我打生化，然后能他看着睡觉，然后他妈妈看那个行尸走肉，然后是一边喝着奶吃着奶一边看行尸走肉，这么长大的。说到这儿，不是你这回玩生化危机七好像也引起了你媳妇儿的一些不满，是吧？你好像一直在污言秽语，一边玩一边污言秽语，完了是吧？也遭受了一些他的不满。不是不满，是嘲笑，就嘲笑，就是你不是不害怕吗？你为什么还要玩这个？还一直在骂人？就因为人恐惧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你一直在骂人会比较放松嘛。人说过，就是当人恐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你那个污言秽语出来之后的话，你觉得特别振奋士气，而且你就觉得说这人他如果就是恐怖到极致之后，你甚至会骂人，你来呀，对这种。但你看我刚才也是暴露了自己内心的一些那个很黑暗的一面，是吧？我看到这个游戏的女主角，我就老想那个好了，你知道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反应？很正常，很正常。因为我玩这个时候一直是喊这句。金花在春节这两天玩的时候，也是在群里跟我们说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就是这种情况，在他玩的几代这个生化里边，我们都不太常见。因为他之前好像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已经完全可以去尽情体验的一个游戏，是吧？但好像这次生化七出了之后，用你的话讲，就是前十分之一的剧情也给你带来了一些不适，对吧？对对，我觉得可能是卡普通有点就是向粉丝挑战吧，就是因为之前几代已经开始一直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玩意儿不害怕了，已经失去了就是原有的作品的那些感觉嘛。然后我觉得尤其这回配上 VR 了，一会儿可以那个，我这回没用 VR 玩，用的是那个电视屏幕 CS， 好像用 VR 试了一把。但是就即使是我用电视屏幕玩的时候，前十分之一感觉到那种恐惧，就是因为它变成第一人称，就是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代入感特别强，而且整个它用这些气氛的烘托，一会儿可以也聊一下是这些手法吧。反正它让你会，确实会让我觉得挺害怕，因为玩过所有生化，我觉得我对这种东西已经免疫了，但是依然会让我觉得很恐惧。我只有不停的骂人才能够进行下去。然后呢，直到我后来拿到了那个散弹枪的时候，我心里边就突然就平静了。就是之后的剧情和玩法基本上就跟之前的是类似，就是你不会那么恐惧了。但我觉得前十分之一就是卡普通在告诉粉丝，你不是要害怕吗？我就告诉你，我能做成这样。你如果全程这样，你绝玩不下去。我想吓死你，我他妈就能吓死你。真的是这样。不是，咱们之前好几个月之前定的计划就是我们准备把 VR 弄到手。春节前这个 VR 啊也是一度断货，完了被炒得很高，我们呢也就没想再去赢这个风头。但是呢 CS 是特意利用春节这个假期去海外去说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VR 版的生化危机，是吧？他也是这个目的，这回挺下本了，专门是坐飞机去一趟东南亚，实际去体验了一下这个 VR 版的这个生化期。但是也是由于这个时间的缘故吧，他没有说体验太充分。但是呢，你也跟我们聊聊你当时用 VR 玩生化期的一些内心体验，内心折磨。哇，那太折磨了。你上来之后，因为这一代其实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往那个蛋塔要死了，你要让他死了之后，你重新进行，捡了药之后进那个刚才
对对，你可以重新玩。捡了钥匙之后，你进旁边那个地上不是有一个地儿让你开吗？那钥匙是开那儿的。VR 版本试了一把，真的我觉得是挺吓人的，因为以往我们知道每一代上来之后，这主角你一看他就是不是 Leon 就是 Chris 这种。全都是原来比如 Stars 战队的或什么 BBA 什么那个组织的，一知道这个上来之后得有枪啊，你得有刀啊，你至少他这个赤手空拳也是比这个正常人要厉害很多。但是这一代上来之后没给你交代这些，因为上来之后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录像带还是什么，然后就告诉你说他的媳妇儿丢了好几年了，然后你开车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去找他媳妇儿。这屋子一进的时候，进到这院的时候我就知道挺恶心的，挺害怕的，挺有那个生化危机的这种感觉的，有点回归生化一时候那这个古宅，哎，把那个气氛出来。它还不是古宅，它是乡间的小屋，乡间，有点像这个咱看美国电影里边这个这帮年轻人一到假期是吧，对对对对，车去这个木屋去对我们探个险吧，对对对，不是前一段那个就是 C No 的那个恐怖片就到这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去阳光海滩嘛，就是我觉得这片恐惧点，这是一个恐惧点，就是当你咱们现实生活中到了这么一个屋子，正常人一定会选择不去，我去别的地儿了，但是这里边你为了把游戏进行下去你必须强迫自己走进去，对，而且带着 VR 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就是因为他带着 VR 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身临其境的，虽然他这个做的这个画面还是没有那种就是特别真实，但是你戴上的时候也已经能感受到说我这个是在以这第一人称视角再去经历这一些了。第一个吓着我的地方是它有一个录像带，你在屋里头捡着一录像带，你把这录像带插到那个电视里边，插到那录像机里边的时候，然后先是有一张大脸的出现，这其实不是妖怪，但是就是即便这样的话也是突然一个惊吓先把你吓着了。这也是 VR 设备体验出了它的一些特性，没错，它在你这个很近的距离里边出现了，它是从黑屏一直切到了一个人脸，而且那录像带它其实有点是强光去补拍的夜景，所以它是白色的。小时候不是他跟之前大家有讲过，我小时候撞见过我们家里边人，然后装成的某些东西，然后在门口吓唬我嘛，所以我也对这些东西有一些恐惧心理。哎，那你当时有没有失态啊？在这个游戏店里，海外游戏店里边，我就因为我孩子在，然后旁边全都是外国人，所以我也没敢这破口大骂，然后当时也没有新闻联播，所以我就是当时第一反应是想把这设备摘了，但是那设备摘很难摘，你知道吗？对对对，我好像看说的那个台湾有他们就是强迫小姑娘带着这个玩生化危机，然后给她放剧情还不让她控制，让小姑娘吓哭了，然后就摘这个东西摘不下来，因为它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往前拉，然后你再往上抬，而且上面连着一大堆线，你不是说你一撸就撸下来了那种感觉，所以就特别吓人，这是第一个吓着我，但是这个马上就过去了。但我觉得你当时内心还是很复杂的，因为你想你又有了一个作为父亲的这种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你，对，你又是一个 foreigner 是吧，对对，你还不能为这个给国人丢脸是吧，这时候你应该闭眼然后默念那个就是在所有恐惧的时候你默念一个咒语，就是不听不听蛤蟆念经然后你闭眼应该能扛过去。你闭眼了吗？我没闭眼。那你比较勇敢，因为不是，哎，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去体验那个 VR， 他们那个 VR 设备因为是卖设备的一个地方让我体验的，所以他设备全都配得特别牛逼，给我配了一个特别好的耳机，完全隔音哎，那个真的是，我就当时我说话他们也听不见，而且外国人也听不懂。我操！你就在那儿，你是然后一直骂人吗？然后后来最后我先说一下，最后是我媳妇瞪我说：“你能别玩了吗？太吓人了。”然后给我瞪走了。但是我当时，哎呀，就真的是挺吓。这是第一个地方特别吓人。第二个地方是，他打开了这扇门，然后游到了一个就是暗门，进去之后下边有一个下水道。你下去之后的话，我没有他玩这么多代，但是也玩过不少的这种恐怖游戏，灵啊，然后这个寂静岭啊，生化危机啊，这些都玩过，我就知道底下肯定有东西，我就下水了。下水之后的话就往前游，我就觉得说你哪儿肯定得给我蹦个东西吧。游着游着之后就看前面一般都是有个影或者有个什么吓你一下嘛，但是这回不是，这回其实就是你往前游游特别正常，前面什么都有，突然从底下飘出一具浮尸来。我能体会到，如果是离你距离超近的这种情况下，的确是很有一种不适感，对，有一种不适感。这个跟咱们玩这个电视屏幕的还真是不太一样。对，然后我讲一讲最震撼的，最震撼的就是
这个主角，然后找着他的媳妇儿。这个剧情我们就觉得说进展的特别快啊，我说哎，上来就找着了，我以为得找三四张才能找着呢，上来就找着了。找着之后的话，就跟媳妇儿就一起，我就说咱出去吧，然后开始一边聊天一边往外走。突然这媳妇儿脸色大变，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就面目狰狞，而且就是身上全都是黑线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拿着一把刀冲就冲过来了。冲过来的时候你带着VR呢，你就想象那个人一个人拿着刀冲你冲过来，而且面色特别凶恶，一把就给你拽出去了，就这么一套，然后就开始就是拿刀在你身上戳。我拿着个手柄，我第一反应是挥手，真的是挥手，哦，真的啊，哦！就你的人的本能的反应是吧？有人在剁你的时候，你肯定是要阻挡，对对对吧？你挡开嘛。然后这个屏幕，然后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哦，我是在游戏里边，然后是屏幕上出现，请摁 R2 键，Press R2， 然后因为在国外嘛，所以人是英文的，然后摁了之后才把它弹开，一系列。我这时候想把 VR 摘了，摘不掉，摘不掉，真的。然后再往后就到了一个更震撼的地方，这块我觉得可以让金花说，但是我没有觉得那地方特别震撼，但是只不过是说出乎我的意料。其实那个 VR 玩的体验并没有说特别震撼，最震撼的我觉得就是上来之后有人拿着刀冲你冲过来，你连跑都跑不了。咱刚才说这么多了啊，就是可能如果是生化粉丝的话，应该对这座剧情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我相信大部分咱们听众可能还不太熟悉，是吧？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一开始讲是一个什么故事啊？它有没有跟以前的生化有更多的这种联系？有吗？没有，就是对，没有。所以很多就是粉丝，就是现在评价也都是两极分化嘛，就是一波说特别好，一波说特别不好嘛。啊，不，现在都是老玩家。我在 A9VG 上看那个论坛啊。现在都是老玩家，一说就是如果你要回帖，如果你要想说点愤怒的话，你必须得先说我是老玩家，是吧？然后这现在老玩家也分成派别了，少部分清醒的玩家啊，他说你们都他妈扯淡，现在你们就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四开始玩的，也自称自己是老玩家，一部分从一开始玩的，说自己是老玩家，现在都是老玩家，你知道都是老玩家，没有两极分化，是内部分裂，现在是。哎，不过你说了，其实我跟 CS 就是两拨人嘛，就是虽然我们看法类似啊，但是说真是玩那个，他是从四玩的比较多，对，他从四玩比较多，我是从二开始接触，然后翻过头来玩的一二三，然后维罗尼卡零，然后后边还玩了四五六，然后包括历代记、枪下游魂和启示录一二，所以这个其实说是起已经很靠后了，但是你会之前所有的故事基本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你比如说什么几个主角克里斯，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妹妹克莱尔，然后那个还有他那个小是他女朋友吗？那个Shirley是吧？不是，就是那个吉尔，就是我们都觉得好像他们是一对，是，但是故事里边没有特别的去说嘛。然后还有那个利昂，对吧？基本上，然后包括那个眼镜威斯克和他儿子，就是基本都是这些剧情。所以这一代我刚拿到的时候，我开始也下了一个那个试玩版，试玩版主要是讲那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录像带里边的那个剧情。我那说实话没敢玩去，因为他们那个录像带里有几个人向我招手，让我进鬼屋。我觉得我他妈有病啊！我进鬼屋，然后我就没玩。对，我当时也是这感觉。我说有病啊！你还先进，对吧？然后他们进特慢，特着急，我没玩下去，所以我就等到正式版来说去看着玩。但是正式版一上来没关系，而且你就玩多靠后都跟这些人没关系，跟预算公司没关，跟幻凶镇没关，跟这几个主人公没关，跟那几个小队没关，跟他们这个甚至最后跟病毒都没关。然后整个的玩法也几乎变了，就是其实不管是从一开始还是从什么开始，咱们不说它视角，说的是从这种主观视角变成客观视角，或者说从怎么去变。因为最早我觉得一二三属于导演视角，就是他去固定一个场景让你去看，然后从四五六之后就变成了那个自由视角，对，自由视角，而且但是你是看到自己后背的嘛，对，就会变成了一个纯的这个叫第一视角，就是你能看见自己的，只能看见自己的手，因为从头到尾我不知道我这人长什么样，这屋里的镜子也都不能使。这个长什么样就是你自己啊，对对，所以他我觉得他诚心的没有镜子，然后不让你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就是为了让你更代入，你就是觉得那个就是你自己。然后呢，就是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就是没有满街的僵尸了，特别像他后来玩法特别像什么呀？特别像我以前玩过的一个叫，是我看现在网上有的一种就是戏谑的说法叫"女人与狗"，
我记得那会儿玩叫什么恶灵古堡还是叫什么，因为我看现在网上有管它叫女人与狗的，就是它一狗会帮你咬怪物，但是它没有真正的说怪物会在哪儿等着然后你帮给它打死。哦，好像我也玩过，你玩过吧，因为我玩的时候你看过，就是会，但是会有个大叔一直追着你，就你不一定开哪个屋门大叔就出来，然后你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杀死这个大叔。听你们说那么像那种啊 FC 八位机游戏啊，哒哒哒哒哒哒，完了一只狗汪汪的咬那种感觉啊，有没有听得我诙谐呢？狗还是那个哈士奇吧，可能是泰迪。不是那么诙谐，但是它有点像那个，所以就是这代你看现在蛋塔，不是那个蛋塔有点出现状况了啊，他这个在这转了好很久了啊！你刚才跟他说，然后重生之后，他就一直在这转。他已经找到那个办法出去了。他现在拿刀拉开一个那个开关，然后他可以打开一扇卷帘门，然后他将拐过来看见几个警察叔叔，然后觉得游戏要结束了，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了。啊，对对对，你看这个有套路的人已经看出来，这个大哥是要死。咱们就看蛋塔，这就是他在游戏里，咱们这样有一种优越感。哇、哦！对，然后这个有一个大叔过来拿铲子，直接把这个黑人兄弟的，我操！你还看，你还不赶紧跑？然后蛋塔还在看这个人怎么鞭尸。我，你的枪呢？你拿枪打他脑袋！我的天哪！这蛋塔也有一种优越感了，你知道吗？你不是蛋塔现在就是那看见自己的那个 Apple Watch 在看表。他还是在关注自己的健康，防着点啊！他估计要死掉了，咱不管他。不，你先拿手，他还拿手防，人家拿斧子。来，我告诉你，那个桌上有把钥匙，一会儿你再玩到这时候，桌上有把钥匙，然后你把那个钥匙拿了，可以开车，然后你把车门打开，然后迅速的去启动车。如果你启动慢了，那个大哥会过来把车掀开，然后把你揍死。哎，我怎么觉得这代游戏其实给人感觉特别像那个叫什么《Walking Dead》。行尸走肉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真的，尤其你说一开始他开场时候那辆车走在那个公路上，是吧？你就给你一种莫名荒凉的那种孤寂感，对对对，而且开的是一个美国老式的七八十年代的那种车。然后接着说，就是刚才我们在看到那个拿铲的那个大叔，又开始了。刚才蛋塔没玩够，就还想再看一下这个。对，打半天的，不用看了。那个拿铲的大叔他会在整个剧情里一直追击你，嗯，而没就是并不是说一点小怪没有，就小怪非常之少，小怪非常之少，但绝大部分是一个大叔在追你，后边是有个奶奶追你，奶奶，对，一个老奶奶会放虫子，就是这个大叔追你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任何办法把他杀死，你只有办法就是用枪给他打的那个就是打躺之后，但是他一会儿能起来，你能明白吗？就是这种压迫感，所以就是说他没有给你一个特别大的空间，说你觉得这一块全都太平了，你可以在这细细琢磨你怎么逃出去，因为有个人一直在追你，你一直在这种强迫的这种被追击下，你必须要迅速的跑，然后迅速的去找，迅速的去反应，而且你就以前我们玩游戏，你比如调出了这个操作界面，就是调出了换物品的界面，你调出了这些暂停，就暂停的还是可以暂停的啊，但是你调起换探地图或者说的看这个使用物品的时候，时间是不停止的，你可以看着地图，你就看着那背影那个东西就过来追你。所以他的这种压迫感会很强，就是你没有那种感觉，是说跟大叔已经变成从那个陌生人变成一个脸熟的了，然后你看着他有特别亲切的感觉，就是仍然会有压迫感。对，而且他很难打，他每次出现都很难打，你没法亲切，就不像咱们拿散弹枪，就是说玩之前你在拿散弹枪，对啊，我这么多子弹了，我得赶紧找几个崩几枪啊！而且那个之前你打死那个普通小怪，不是还后来就还掉子弹吗？对对对，对吧？你没事就想打几个怪去，这里边没有，就最好你别出现。四五六，基本上你还得练，我怎么能打这小怪一枪，然后上去给他一脚把脑袋踩碎了？对对对对，打腿，然后他一弯，你过去咣给一拳。对对对对对。之前四五六啊，他这风格就是走的有点像这个动作游戏，啊、对， 对对，是吧？射击游戏路子。大叔现在握着手帮蛋塔在开车。那这已经进入剧情了，你基本可以赢了。我看现在这个怪大叔，那个握着蛋塔的手在教他开车。就怪大叔想用那几个铁棍子戳死蛋塔。不是我他妈刚才把话筒移给蛋塔，我刚才撞了他四五下，他能愣没事儿，我靠。因为大叔已经中病毒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你刚才说那么多，就这一代故事讲的是一什么剧情啊？啊，对，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可能就是玩法上边的那什么。就那些都是废话，这讲正题。刚才不是4S也讲了吗？就是一个普通人，嗯，一个
普通人，就你自己吧。然后你突然你媳妇儿丢了三年，然后你有一个你媳妇儿特早期给你寄过来的一个录像带，什么我是个保姆，我在看孩子什么的，我马上就可以回去了，然后特别美好，嗯嗯，还倍儿漂亮嘛。然后之后后来又收到了一个录像带，就说什么我说都是骗人的话吧，这个吧那个吧。然后最后等于是三年之后，他突然发现了这个他媳妇儿的一个下落，就有人给了他一个地址，说他媳妇儿给他的一个信号，让他去找他媳妇儿，然后就到了这个郊外。就不是说小镇了，到了一个郊外，就是一个那刚才也说的那种古老房子，然后进入了这个老房子木屋啊，对，木屋，进入这个木屋，然后这个里边还有盘录像带，因为这个录像带是一种新玩法，就是说你可以用录像带去玩一些关，而且这些关会，尤其在后期在玩法上会帮助你在你的正式关里边的这个剧情，你可以选择不玩录像带，但如果你不玩录像带，你后边会不太好玩，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呢，就是这个。这媳妇儿刚才也说了，就上来就开始各种的，就是神经病嘛。一会儿就说带你赶紧走，然后一会儿要拿刀囊你，就是你明显的感觉到他好像被附体了，被什么东西附体了。然后呢，就是包括刚才我跟 CS 没讲到的，后来我觉得特震撼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是故事的刚开始嘛，相当于一般我们玩游戏的序章。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女的在拿刀囊了你几次之后，你终于抄起了斧子，把自己的媳妇儿剁了。对吧，就是玩的时候就咔咔剁，然后给你媳妇给剁烂了，然后剁烂了之后你赶紧逃跑，结果你在逃跑过程当中，然后那个突然发现你媳妇又站起来了，然后还走还能动。他是在你出屋，我刚才试了一下，就是你在出屋的时候发现那女的又站起来，然后在外边走，而且是一个特别远景的一个背影，远景在走。你知道这座吧，有一个让我觉得恐怖或者说不适的一点在哪儿，就是就这些敌人啊，你打不死他们。对，就你比如说都拿枪戳他那嘴里了，咣叽给他一枪，他脑袋都已经碎了一半了，一会儿长回来，一会儿他又长回来了，然后你拿什么燃烧弹烧他，你烧不死。就这种恐惧吧，是你不像咱之前玩什么游戏是吧，我把我这身上全部子弹我全用在这一个怪身上，我给你弄死你再也活不了。他这不是，就你还没法杀死他。这一代是不是这个病毒也更厉害了？这代已经不是病毒了嘛，就是你听你说啊，就是这代是真菌了，就是脚气感染的比较严重，都属于，然后真的是这样。就然后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个你就是故事里边的那个人的媳妇儿，然后就是又走嘛，又溜达嘛，然后你就在继续想逃出这屋的时候，这你媳妇儿突然又出现了，然后瞪着你手，然后又变得比较正常了，说什么赶紧走啊，你别管我了，你要快离开吧。然后说着说着就突然从兜里抽出去改锥来，把你的手给戳在墙上，然后我就开始就蹬这个，就是你在游戏里边要控制把这个改锥蹬下来，然后在蹬的过程中，然后你就看见你媳妇儿拎着一个电锯就过来了，然后对吧，因为我们一般玩游戏这个玩的比较多了，那块还有提示你赶紧摁嘛，不是那个时候一般的情况是摁圈或者摁叉，啊对对对，然后你摁对了之后的话，你就把改锥摘下来之后，然后把这改锥扎他脸上了，啊对，这叫什么 QTE 是吧，叫什么玩意儿，然后如果你摁错了的话呢，那其实他就过来把你给拒了啊，对对对，但这里边不是，对，这个是我们常规对游戏的认知是这样，那这里不是啊，我把这改锥蹬下来，我操，一瞬间蹬下来，我觉得刚刚拿身上扎的时候让他电锯开始锯我了，然后拿手挡，然后咔把我手给锯掉了，然后在屏幕里边我这个人就举着一只哭着的手噗噗往外喷着血，我对，是一特新鲜的肘子。就这块我特真的这点我非常震撼，因为我知道我使的是主人公，我主人公可能后边游戏结束了吗，我玩出了一个坏结局，就游戏已经结束了吗，他没有结束，没有说我死对吧，但是我就举着个肘子满街跑，是这么一个英俊那个勇武的男主角，结果一上来手没了，对呀，就是这点还比较震撼。然后后来就是会那个就是有一场 BOSS 战嘛，然后你把那个媳妇儿用枪再一次打倒，然后这个时候你正准备逃跑，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故事里边的这个真男主角出现了，叫一拳老爹，就是刚才你们一直看，就是刚才蛋塔拿车撞的那个人，他才是男主角，因为太抢戏了，这个人这个人太抢戏了，这个是有点像那个陈佩斯跟朱时茂的主角跟配角是吧，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想我全程我看不到男主角有自己的脸我刚才就是来你们家，就是玩的也看半天嘛，嗯、半截那存档就是打的是他、嗯、穿黄衣服老头、嗯，结果蛋塔来了，咱重新开始玩，蛋塔又打他，那、啊、到底是主角到底是谁？就是他，是他，一拳老爹，是吧？你要当配角，你干嘛脸老冲着观众？让我想起这个非常经典的春晚小品了，太
太跳了。这一代的主题是真菌、嗯、对，这真菌啊无处不在，咱现代人啊其实是越来越干净了，但反而呢这皮肤病啊这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还有各种像真菌啊皮癣啊包括头皮屑，嗯，这就是典型的一种真菌的这个、嗯、是吧，这个真菌特别可怕，就是我就是头皮屑多嘛，我媳妇就说你这上边都是真菌、嗯、我怎么吓死我，听你说啊他们怎么变就了你也要变，你也要变妖怪。然后这个一拳老爹就把你抓住了，抓住之后就是，我觉得从那儿开始进入了正式的故事剧情、嗯。然后你之前的装备都没有了，然后你进入这个故事剧情之后，会发现一桌几口人在一起在吃饭，就是你再醒过来的时候，一桌几口人在吃饭。然后最左边是这个一个老奶奶，然后坐在轮椅上老奶奶已经中风了，我看那样。然后我以为他是北京瘫呢。他不能动，他不能动。然后那个，然后有一个特别活跃的戴着帽衫的小伙子，正面就是这个老爹。然后在右边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墨西哥裔的一个大姐，就是大嫂吧，就是老奶奶似的那么一个人。这个墨西哥裔，他妈就是咱往死里说，看谁都是墨西哥裔。不是，这可能我觉得这代可能是咱能改成拉丁裔吗？啊，拉丁裔，我觉得这代可能是响应那个川普号召吧。他们后来就是拿刀还在囊你，然后继续拿刀囊你、哎。我怎么看见了一本武林秘籍啊？这是因为我已经打通了之后给他奖励，有这武林秘籍，你防御力能变高啊？是吗？就是我会功夫了，但是你不会功夫，你只是防御力变高。哎，对，它不像那个之前的四五六有那个体技，就是有功夫，那是真有功夫，你可以过去踹人嘛，对吧？这代是，而且那里边那个。嗯，那叫威斯克，嗯，那一掌拍出去带气功的，嗯、对，他能锁脖。想想你，但他你能不能找着刚才你那个异次元箱子，把你东西都搁进异次元箱子，然后你再出来拿东西？你现在身上包已经满了，对，就这代跟之前带是不太一样，不是这个箱子，就是你最早能储存拿枪的那个地方。让自己找去。因为这代不太一样，它回归了生化二的那个感觉，就是身上的背包是特别有限。生化二的背包特别有限嘛，而且摆那位置还得跟七巧板似的。哎，对，对，因为他那个大枪是两个，小枪是一个，药是一个，哪些你组合，他给你的全是原材料，你自己去组合。对，这就跟他妈咱那会儿玩暗黑似的啊！对，就是他老在背包上难为你。这个东西也导致了后边的一些恐惧元素，就是路途中可能会遇到一拳老爹对你的骚扰，但是你身上如果所有东西能一直带着，你只需要向一条路走到黑，你就可以通关了。但是这个就是你身上的东西不能一直带着，你就能带这么几个，像现在蛋塔身上东西已经装满了，然后他再捡新的物品捡不起来了，他又必须要回到箱子里把东西搁下，但在搁到箱子的这一瞬间，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否会遇见小怪，是否会遇见一拳老爹，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子弹不够还是血不够，你是带什么东西。哦，我明白。他其实我觉得最恐惧的点是四，因为我玩四五六会比较多嘛，四五六里边就是很多的任务物品是不需要你带在身上的。哦，对，你是用完之后它就没了，然后也有可能说你不需要再用这个东西了，对，等等的类似于。但是现在这里边的话，就是除了我们知道正常带的这个红绿黄草，这里边好像也没有了哈，这里边就是草药，没有红的。对，那里边还有那个什么喷雾剂嘛，然后就类似于这些，然后子弹、枪，除此之外的话，其他东西好像也都占格。对，而且就是像二还有一个人性化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东西没用了，它会告诉你东西没用了，你可以扔掉了，嗯、然后自动就扔掉了、嗯。这里边不是，就是你所有东西。就是你这钥匙把所有这个门都捅开了，它不会有任何提示说你东西可以不要了。所以有一阵儿我一直拿着一个已经没有用的钥匙，然后在身上带着，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要用到它，我不想再跑。当我玩到拿到这把散弹枪，虽然门关上了，我心里边就突然觉得啊、哦，我不害怕了，终于又回到生化危机了。这时候一拳老爹出现了吧？就是他现在玩的简单版没有追，玩困难版的时候真这会儿就出现了。但是玩困难版的时候是我已经就是疯狂模式的时候，我因为普通模式已经通关了，给了我一把还不错的枪，那一拳老爹是可以给他打倒一下的。我就现在不太明白啊，他现在还在人家里就是来回转悠，是想出去是吧？对，想出去。但是咱那家人那个老奶奶那个大婶跟大哥还有他大哥的儿子都哪去了？大哥在这屋子里满处追你呢，然后大嫂是去那个旁边后院了。啊，就是对他儿子是去另外一个地儿了，所以就介绍一下家里的几个人。不是干嘛呢？我还在这屋里呢。他们就他儿子去搪塞警察，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剧情是这样，就是玩到这时候，
就是有警察来嘛，然后他儿子说去搪塞警察，然后老奶奶就是去后来知道老奶奶去后院了，就是你其实玩到这时候你也不太明白，就是一群老爹满屋追你，你是想逃出去，你也不知道这帮人怎么了，但是你通过长期玩生化，你知道他们肯定中病毒了，但是后来知道他们这中的是脚气，就是真菌的这种东西，这种长蘑菇了，就是长蘑菇了，然后后来。你媳妇儿这会儿你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嘛，然后你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要逃出去，然后跟这个老爹经过几次战斗之后，后来又发现了几盒录像带，然后最后发现这里边实际上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秘密存在的，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说有一个小孩儿，好像叫伊芙琳，有这么一个小孩在这个屋子里边，他想组建一个家庭，这个小孩有一个能力就是控制所有的人，因为这个小孩就是这个相当于是这个病原体了，他控制了这个他媳妇儿，然后控制了这个老爹，控制了老奶奶，控制了他儿子，然后你还会不停的接到一个电话，接到一个电话是另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告诉你怎么逃走的，就开始我以为那个女孩是幕后的大坏蛋呢，对，但实际上后来发现、你先不咱们先不说那么远啊、嗯、你刚才说是在这屋子里边咱们刚才出现了这几个反派之后、嗯嗯还有一个小孩儿是吧？对，这小孩儿是跟他们家人有什么关系吗？那个就是到最后结尾去揭示的一个关键的核心点，就这小孩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因为你在开始各种看那个游戏里边会有各种文字提示嘛，就是觉得会有好多大妖怪，就是不是大妖怪，就是这个老爹老奶奶经常出去绑架这个普通人进来，然后把普通人咔咔咔给杀了，然后做晚餐，对，做晚餐，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说后来知道好像都是受这个小孩的控制跟影响，然后这个小孩想要妈妈，想要爸爸，然后想要爷爷，想要奶奶，想要什么大舅什么的，这都有吗？不都有吗？这些都不是他的，是被他控制了，都是从外边逮进来的，也就是说，就逮进来。等于你说刚才这个大哥大婶还有那个老奶奶。都本来他们不是一家人，他们是一家的，他们几个是一家的，然后他们还逮进别的人来想融入这个家庭，但是都没融入成，就都被宰了给吃了。啊，等于现在就是咱作为一个主角、嗯、在里边，就是说他们现在想让你也融入进去，因为为什么呢？想让你当爸爸，就想让你当那个小女孩的爸爸，因为小女孩认为那个你媳妇儿是她妈妈。明白了吗？就是实际不是他的亲妈妈，但是这个小女孩一直管，就是这个主人公的媳妇儿叫妈妈，但是这个妈妈神志老不清晰，妈妈有就是因为在游戏里面看到她有的时候是变成腐化了，变成黑化，有时候脾气很糟糕，有时候又非常温和、对对对，不是，那好像很多妈妈也就是这样吧，温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那个小孩的妈妈，就想逃走，你明白吧？所以就是后来说这个小孩就想办法让妈妈把爸爸给找来，所以妈妈给爸爸发了个消息，就把主人公找进这个屋子里了。那他一上来就弄我断我手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让我当一个残废的爸爸，因为你不想当爸爸，你不想被腐化，你想去救媳妇儿走。那他一上来不跟我说这些事儿，他不说半截他就被黑化了嘛？就是故事剧情是这样嘛？跟这个一拳老爹在房子里周旋了很长时间，最后离开了这个房间，然后就去了什么后院，就是那个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啊？是这一家子原来是四口人。哦，他还有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女儿，就是爸爸妈妈，就是一拳老爹，然后那个老太太带着一个，你后来在屋子里边探险，你会发现他那个儿子智商巨高，特别聪明，得过好多奖，因为那些奖杯里边有机关，你可以最后开一个房子什么，拿什么物品、嗯。然后还有一个女儿特别叛逆，然后所以女儿不在家里住在后边的拖车，然后最后那个拖车会是一个安全点，你可以在拖车里边换装备什么的。然后姑娘在吗？就特别靠后才会知道艾文在想什么，你操他是吗？这个儿子因为是高智商嘛，所以就是说，到后边揭示了这个主剧情是什么，就是有一天，就先说这家里边情况，这有一天他们这家人出门发现了一小姑娘和跟一个女的，就是这个米娅，就是这个主人公的媳妇儿，跟这个小姑娘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了这个村子，然后这个一拳老爹把他们俩给带回来了，嗯，带回来之后这个米娅失忆了，就是他媳妇儿失忆了，然后就。这一家特别善良，这个一拳老爹好像是个退役的军人，就照顾他们。结果这个小孩是有超能力，这个小孩超能力就是控制所有人，然后腐化所有人，然后让这些人身上去长蘑菇，然后长蘑菇之后就是比你手断了，
你接上，然后直接撒点药或者拿钉书器钉上，你就能长、啊、就能长。所以主人公为什么手断了后来拿钉书器能钉上啊，就是再往后他有左手，但是有一圈钉书器钉着。然后包括那个在游戏里边玩，如果你被什么老爹逮着给你脚会砍断，然后你在地上爬去把脚捡回来，然后撒药跟胶水能把腿给粘上。就是他实际上我觉得主人公也中病毒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实现这个功能呢？所以就是这个女孩在控制这些人，然后她一直希望有一个家庭，然后希望这个女主角吧，算是她妈妈。然后那个，但是女主角一直疯，就不愿意承认这件事，然后她就把女主角这个关起来了。其实是那个儿子关的，是那家里边儿子给她关起来了，因为这儿子智商特别高，他特别早就发现这问题了，特别早他就发现了他们家已经被腐化了。但是由于他智商长得跟就是脑子长得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被思维控制。因为这种真菌东西不是有这种传说，就是大蘑菇在地下都能有这种联系吗？不是一般都会有这种说法，就是这种真菌是会有这种特殊的这种思维方式吗？所以就是这个小女孩感染人的方式是用真菌，然后她如果感染完了，这一家人就都会听她的，谁来了都会听她的。但这个男的，就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儿子，因为智商奇高没被控制住，所以他特别牛逼的是什么呢？就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谁造的这个小女孩，跟人联系上了。联系上了就说的这个把这事儿解决，然后那边一听说啊这联系上了，那你帮我观察这女孩吧。我不是，他是不是应该就跟什么 FBI CIA 联系是吧，跟一些政府部门、啊、对对对对是吧，这不是也不是政府部门，就是造这个小女孩的这个要造他们这小女孩后来发现不是说天生的，也是被这个生化危机嘛，她最后不依然不是一个玄学嘛，她还是生化危机，是被造出来的基因工程啊什么这种这个东西造出来的，有点像那个《奇妙物语》里边的那个，不是那叫什么《怪奇物语》里边的那个小女孩小十一，对对对对对，有点那个小十一那样的一个身份。对，所以后来也接出来这小女孩造出来的，她像小十一那样，然后她从小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所以她一直向往的就是得到爱，所以她一直用这种她的超能力去控制所有人，当她的家人。就这怎么说着又特别像另外一个游戏呢？哪个？寂静岭啊？对对对，有点，就是其实这代刚才。蛋塔不是也说整体感觉有点开始偏寂静岭的感觉吗？是有点脏兮兮的也，而且那个手电一上来这一看就他有点这种家庭成分在里边。然后这个儿子就报告，这儿子是个什么，这儿子本身就是个杀人犯，就这儿子本身确实不正常，小时候杀过人，好像后来有一些记载。所以就是他被腐化之后他特高兴，他不太愿意让这件事儿结束，所以他就暗中观察这一家子，所以他就有点变成了一个跳出来的这么一个坏人，就跟这小女孩假装被小女孩控制，但是他实际特别享乐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爸爸把人抓回来，他们可以砍人啊，什么剁人啊，这个。哎，那他不是刚才手都被，他可以长上啊？哦，他也被感染了，其实只是没被控制，但是他被感染了，哦、但是他没有被控制。包括后来玩到那个录像带里边会有，就是他把那个最早期那三个就是进屋探险的人，最后都给去。整，然后就做成一个密室逃生，然后让他去点蛋糕，最后屋里边放上各种的这个炸药，然后一点蛋糕把自己炸死什么的。他在这个过程中特别享受这个快感，所以这个儿子就也在里边去捣乱。然后这女儿是比较看透了这一切，然后在暗中帮助男主人公逃走。然后最后到一个关键点的时候，就是你刚说还那女儿好像是没有被腐化吧，就是实际上后来看也被感染了，但是不严重，就比较轻。因为她感染过程是开始先是什么断手能长啊，然后后来就是说能那个就是被控制啊，然后最后能变大妖怪什么的这种。然后那个就是玩到一个点的时候，就是你把那个一拳老爹彻底打死，一拳老爹最后会变成一个巨大巨大的跟屎一样的东西，浑身上下都是眼。对对对对对，浑身上下全是那个真菌。想象啊，这人那个头皮屑就爆发，把自己都包起来那种感觉。不是他已，我就看过那个，因为我通关优酷通关了一下嘛，看到打那块了，那个已经长得不是一个人样了，屎就是一个屎。你是看过那个就是星那个叫什么来着？星球大战里边不是有一种那种动物，就是往那一摊，然后就一大坨。不，哎，我觉得跟那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一个屎，就是一个屎角儿。不是，我跟你说，这东西厉害在哪儿啊？它这个无限的这种繁殖生长是吧？靠你吃的这些蛋白质啊什么都是啊。你看那个蘑菇，不是下点雨就什么东西都长了吗？你周围木头都能长蘑菇吗？它长真菌吗？它也不是靠吃，你脚气也不是靠吃出来的，就是头皮屑也不是靠吃出来的。是，但是这种东西它要繁殖下去嘛，吸收周围的能量。你明白，它能吸收周围能量，它还真跟那个病毒不一样，病毒是基于素体嘛，对，在素体上嘛，然后它这个能，我觉得能吸收周围能量，还能集体思维控制。反正后来就是
他那个老爹最后变成一个屎一样，然后长着好多眼睛的屎，然后把他给打败了，然后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就是造了两管药，就是说可以把这个病毒给清洗掉。实际上也是当初那个制造这个小孩那个公司给弄过来，他们知道怎么造了已经，然后造了两管药，在逃跑过程当中跟那个一拳老爹打的时候，给那老爹打了一针，让那个老爹的能力就丧失了，所以你才能打败他嘛。然后最后只剩一管药了，然后有一个选择，就是你是救你媳妇儿，还是救那个帮你的那个小姑娘，然后会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对对对，反正我选择救那个新的小姑娘，因为那个我开始玩的比较着急嘛，所以我也不知道。没有代入感特强，说觉得那个我媳妇儿真是我媳妇儿啊，而且呀，你想从一上来就剁我手，然后戳我眼睛，然后攮我，就我觉得他是个坏人。然后我觉得那小姑娘一直打电话帮我，而且看着短头发特机灵，我觉得你是不是看那个《钢构》看多了？就我玩游戏玩的多一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选择他，可能那人像个科学家呀，或者说未来能给你提供什么更好的武器啊什么的这种嘛，我就上来我就选了一个这种 B 方案往前走，结果特别震撼的是带着那女孩走了大概没有十秒，这女孩就死了。就是一个是断手那让我特惊慌，一个是这女孩死，然后我操你妈，就我他妈把 boss 好像打死了，我说救你让你丫能帮我打，然后你丫死了，就莫名其妙的就开船到了一个那个大的军舰那块，就是大的那个游轮那块，然后这女孩就说我们最早是在这儿逮着，就是发现了你媳妇跟孩子什么的，然后到这个我以为打结局了呢，你明白吗？我以为要打结局了，然后她还因为我已经打完一个像屎一样的一个怪物了，觉得是总 boss 了，然后我还跟那个媳妇说我会回来救你的，我觉得这可能是结局了，然后到那块说那女孩咔石化了，然后就你明白在船上那人就女的就碎了，就死了，就被真菌就全身变成头皮屑就碎了。是不是那个真菌知道他有这种对应该是举动了，就是就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对对对活，但是也就死了，死之后可以让你生也能让你死，忠心耿耿的老爹我就可以赋予他这各种超能力。对，其实这点我觉得这版游戏做的还足够长，我到这时候我已经觉得结束了的时候，结果发现完全一个新篇章，你进入了一艘船，然后你回不到之前的那个村子了，你进入了一艘船，不是他是给你出的是 Chapter 2。这时候已经到整个剧情的多少了？大概算下来，大概到三分之二，差不多吧。嗯，就是说，前三分之二内容都是在这个木屋里边，跟这一家人周旋。对对对，等于后三分之一有新的角色出来了。对，上了一艘船，我觉得那块我觉得挺震撼。我操，这游戏后头还有啊！然后在这艘船里边就重新去探险，而且就是在这船里边这个主人公上来就被抓走了，然后你就黑屏了，然后你再一醒的时候就是那个你媳妇儿了，就是那个是有一个主观镜，就是有一个镜头就是在水面上，然后你媳妇儿起来，然后水里边映出你的脸，你是那个你媳妇儿了，米娅，对，米娅，然后呢你也不发疯了，然后你就去在里边去找老公，然后呢在找老公过程当中，其实它特别大的一段是什么，是在找老公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录像带，然后录像带里边是那个就是看到了这个米娅到底是谁，然后就回归了，就是讲了这个故事，从这会儿就翻回头来讲，就是因为刚才讲的是那一家子的事儿嘛，就是他们在这个港口发现了，就这不是照片嘛，就在港口发现了小孩跟米娅，但是这为什么小孩跟米娅在一块儿，为什么小孩是个妖怪，就在这里边就慢慢揭示出来了。你说砖头我不能卸呀。哎，真的，我刚才看那个，就是我跑的时候，我看那个房间里各种板砖，然后还有那个喷火器、喷枪这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躲在一个角落里，拿那东西给它烧死。因为你不是真菌，因为你在录像带里呢。然后那个就是后来就揭示这个，就实际上说这个米娅这个人，就那里边的录像带，就米娅出来之后，就是拿着一管药，然后拿着冲锋枪，拿着冲锋枪、手榴弹什么的，就全副武装，一看呀就不是一个保姆。就是 A 大王那种角色，对，实际上他是一个就是供职于这种就是基因改造工程的这么一个监护员，就是那个是一个女权真理斗士，你永远都有这种梗。然后就是他本身他知道那个小孩是他们的一个实验体，而且那个公司实验了很多，这个小孩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东西，就是说他们用这种真菌制造妖怪，而且就是他们会诚心的把这种东西打扮成这种十来岁的小孩，说这样好潜入这个家庭，对，潜入家庭，潜入敌方的这个城市，这样比较好混迹于这个城市。
就其实他是这个从小就看护这个小女孩伊芙琳的这个保安人员，他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对自己的职业撒谎，他就是个保姆啊，对，可以这么说，人家很巧妙的逃过了这个。对呀、啊，就我是个保姆，我现在很想回去，不想干这份工作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事情，我干完这个我就要回去了。对对，但是他看护的是一个就是他们具有超能力的小女孩，对对，然后就是。等于这在船上那个故事就把这段揭示出来了，然后就是说这个小女孩是谁，然后这个米娅是谁，然后她实际她的情况是什么样，她拿冲锋枪在船里边冲了好几次，就是这个女孩是准备把这个女孩送到哪儿，然后这个女孩在船上边爆豆了，爆就是没控制住，结果爆了，爆了之后把船里人全杀了啊、嗯，然后就是全杀之后，他就把米娅给留下来了，因为他觉得米娅是他妈妈，他想有母爱，然后带着米娅就逃跑了。但是米娅在这次过程中就是失忆了，然后在街上你就知道到村里边被那一家的给发现的这么一个情节。然后在船里边的战斗结束之后，就是最终是这个米娅找到了她老公，把她老公救出来了。然后呢，因为我选的当初是没救媳妇儿，救的是那个小孩，所以那个米娅就疯了。然后米娅拿刀一直要囊我说，就是你为什么没救我？然后你个负心汉，然后囊死你。然后这样，然后我就从地下捡了一个大铁锨子给他抡死了。就据说正常的结局就是好结局，就是如果你上来选这个米娅的话，在那块米娅会把所有的装备给你，然后让你赶紧走。让你赶紧走。最终就是这个男主人公又回到男主人公的视角，他会重新回到那个村里边，然后就要去找那个小女孩，杀掉那个小女孩，因为他有了一管那个能够把药能把小女孩给打败。当然在这会儿的时候就慢慢的会发现这个小女孩的一些症状，就是说她这几年迅速老化，就很多这种只言片语的这种散落的文件里边会看到，你玩游戏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会迅速老化，头发变白什么的。到这会儿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就我们在一开始讲那一家的几口人里边不是有一个躺在轮椅上的一个老太太吗，那个老太太其实就是那个小女孩。哦，他所以老化的这么快。对，老化这么快，就是三年就是从一小女孩的样子一下变成。 对，包括你就回忆到就我们最开始刚才你玩的时候不是有一张照片吗，是是是，正面是老太太，背面写的是什么1-001，就是她是第一号，她是第一号病毒的那个原体。哦，所以他就是那个大药。我最后过去之后就反正就是给他抹了一管达克宁啊，对，给他抹了点药，他就好了，就好了。好了之后就是大结局的时候就那他好了，他是恢复青春了吗？没有，就是游戏剧情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但是后边就是压变了。一般生化的结局总会有一个天大的妖怪出现，就这个老太太你以为变好了吗，但是没有，然后还变成了一个天大的一个妖怪，有点跟咱们玩那个黑庙里边那个三脸似的，嗯，啊，一个巨大的脸，然后整个房子都是他，然后所有的屎一样东西都喷出来了，就明白，他不像僵尸那种，他就是在喷屎，就是那种。你有那存档吗？一会儿咱给我倒去，我得看。行，可以。然后那会儿其实已经很好打了，就拿枪瞄脑袋，梆梆梆打几枪，他就死了，嗯。然后死了之后，其实这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说没有，不是还有 DLC 呢吗？是啊，第二三没出呢。然后就是说到这儿，其实整个剧情啊，过程当中有过一次，就是他跟外界联系，就主动跟外界联系，嗯，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我代入感确实很强嘛，这一代，所以当时的情况我会很害怕，根本没有关心到底说的是什么。然后最后我看网上说，那个是在跟克里斯联系。哦，所以说这是唯一跟那边有联系的，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就真的克里斯来救你了。然后说是一个整容版的克里斯，长得巨帅，就一点也没见老，因为克里斯应该奔50了嘛。克里斯应该得快60了，是吗？对，所以就是说他是这个叫我想怎么没有50多嘛。然后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假克里斯，因为好像说《生化启示录》结尾的时候有过那个展现，就是有两个克里斯对打，说这可能是假克里斯，这是重名吧？不是，就是说的是那个。然后包括还有我看网上还有说法说那个可能是那谁第四幸存者那个死神汉克。也可能是他，因为说 DLC 里那个人会出现，据说 DLC 他会出现。然后但是最后怎么到哪儿都能幸存，就他很能存嘛，就是第四幸存者嘛。然后就是结尾时候就等于是把这个结尾还有一个特别神的地儿，就是把这个我玩那个结尾就是米娅死了，就他自己走了嘛。然后走了之后，那个一般这个结尾会有一颗导弹啊飞向这个给炸掉嘛，炸掉完了真相永远被埋没在这灰烬之中，啊，对。但是这回没有，这回是这个主人公看着手机上就重新播放了这个自己媳妇的这个图像之后把手机啪扔下去了，然后扔下的一瞬间我看到了就是一款三星手机咔扔，这
真的有人可以看，扔了一个三星手机下去，然后那个直升飞机就飞走了。然后直升飞机飞走的一瞬间，你能看到直升飞机上有一个 logo， 是雨伞公司的一个变形 logo。不，那个是新雨伞公司，是新雨伞是吧？对，一个他们现在就不是那个红白了，是变成蓝的了。他现在我据我所知啊，就是在这个整个游戏的这个大的背景下边，应该有两家大的公司，一个是雨伞公司，还有一个公司就是那三个圈的那个。啊、对对对，就这两个公司。后来是在五还是在六的时候，雨伞公司里边，他们不是之前有一个叫什么铂金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董事会还是什么的那个博士，不是有个女儿吗？还是怎么着？反正后来他们又成立了一个叫新雨伞公司的。这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新雨伞公司，但是一个雨伞公司变异体。你也一会儿你放那 logo， 你可以看一眼是不是？我突然发现你现在也在医药行业。你以为呢？你以为为什么去呢？他过两天就出广告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可以让你的肌肤变白，永葆青春，永葆青春，但是有可能副作用，对吧？就是僵尸化，对。然后这个基本结尾就到这儿，后边可能还会出 DLC， 有可能据说 DLC 会跟那个原的生化的主线剧情会接得更近。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些真的跟生化主线剧情基本没关系了。不过，我是这么想，就是其实到这个年代啊，你想生化危机这都多少年了？他那里面设定的这几个主角都已经四五十岁了，甚至可能那个他们说之前有一个小女孩，你在二代里边救的那个，后来变成了六代还是几代的那个女主角。对。然后这些人其实都长大了，而且甚至变老了。然后我之前一直认为，可能七会出现的主角是那个威斯克尔他。儿子，我也以为是，因为我记得你听我们之前那集不是做过吗？就是我向往的七的剧情是威斯克的儿子，然后打遍天下，然后最后发现大妖怪一摘面具，我是你爸爸。对呀、啊，这多棒啊！对呀、啊，但不是，就是跟那些全没关系了。也许在 DLC 里面会看的，就是现在 DLC 说应该是，听说啊，就是有那个第四幸存者跟那个什么真假克里斯，有可能会是他们。但是真的这代跟那个主线偏的很远，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不像生化危机，像一个仿生化危机的全新的游戏，因为僵尸都没有了，没有僵尸，一个僵尸都没有。不，其实从四还是从几里边，它那个病毒已经变异了。原来最早那个病毒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僵尸，舔食者，最厉害了。三出现了那个追击者，追猎者呀，再往后出现了之后，就脑袋上开始开花了。四里边我记得就是脑袋上开始开花。就是他虽然是僵尸一样，然后但是他也是被控制之后脑袋开花的。对，我觉得这也是卡普通在回归他原有的这个生化味道，同时在进行一些新的尝试。真的像一些所谓老玩家在想啊，这已经不是生化了，生化应该是谁谁谁谁，应该是怎么样，应该照着他们的那个思路走的话，那卡普通也不是卡普通了，不吓人。那我们其实是没想吓你。当我们想吓你的时候，你别管他是不是生化，是吧？我都可以。去吓你，他在这座里边有意的去从他之前前几座，就是说这种动作游戏，这个是吧，打枪游戏，让咱们说就变成打枪射击游戏，再往这个初代的那种 AVG 解谜的那种剧情上靠。因为咱们知道这一代里边你拿枪，你枪再厉害好像也用处也不大。哎呦我操，那一拳老哥又出来了，你看他那个长蘑菇呢，正好。我再跟你说一个，就是让我后来挺感动的，就是我普通模式打完了，我开始打困难模式的时候，那会儿会特别感动。而且我突然会觉得这游戏还是有点没往更急、更狠了做。如果更狠了做，上来就开困难模式，就疯狂模式，因为疯狂模式里边的存档变回了原先的存档方式，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道具。对，原先是找胶带在打字机嘛，现在你必须要找一个磁带在一个录音机去。这个实际上是会特别影响游戏难度，而且这种游戏难度会让你在整个游戏过程当中的紧迫感变强，包括这个身上装备的数量，你再带上胶带，你再就是带上这个磁带的这件事儿，你身上那个空间会更狭小。包括我会觉得这种吧，刚才我就想说，这是会增加这个玩家的一些焦虑感。对对对，他会在选择带与不带之间产生很大的焦虑，这种焦虑会促使你。在这个狭小的古屋中就是穿行的时候，这种紧张感，你老觉得自己东西好像有没有没带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如果上来就开疯狂模式，也或者说它中间再有一个模式，就把胶带这个元素加进去，会磁带这个模式加进去，会让我觉得更回到以前的那个感觉。所以真的就是它跟剧情都没关系了，但是回到了那个一二的那个
焦虑的那个感情，包括里边好多经典元素，就比如现在找那几个狗脑袋，然后要扣在那个门上，那个三头狗的狗脑袋，包括很多解谜的小元素都有出现。哎，好像我记得像四五六里边解谜成分越来越低了嘛。这里边有一个谜题就确实难住我了，就是它有一个投影，就刚才你们看蛋塔玩不是也有要找一个老鹰能转嘛，就是后边会有一个特别难转的，就是它会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形状，然后有一个投影投它，然后你可以转这个形状，然后转到一个角度的时候会出现出一个形状，但是它可以球形的全方位转嘛。对，它不是360度，我们能在一个平面上，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空间的一个旋转，就一个三维的可以全旋转，然后全旋转之后的二维投影。然后就是曾经有一关就有一个地儿是有这么个东西，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我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用这个，但用那个怎么转都转不出来，最后我实在是找不着别的任何钥匙了，就只有这一个东西了，再去试了大概得有个五六分钟，最后才试出来。就是它在这个解谜难度确实在变高，因为我觉得啊，生化给咱们这一代人留的印象，其实它最开始是一个解谜游戏，包括我印象中，咱玩一代还是二代，就是推石像啊，什么根据什么这些位置啊，没错，都是有很强的解谜，恰巧这一座呢，也是故事发生也是大量篇幅是在这个古宅里边，木屋里边，是吧？这是典型的一个标志性元素，有古宅，有解谜，有这种细菌病毒。我看有很多老玩家，所谓老玩家也是觉得这不太像生化，我不太明白这还有多像，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从四代玩的感受不是这样。我对生化的原声特别敏感，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他的那个游戏原声嘛。我听到第六代的时候，已经完全就是。不是生化那种味道了，啊，完全就是变成神秘海域那种特别有气势特别磅礴，一上来你就能听音乐，能想象到一帮人拿着枪往前冲，是这种感觉。这代音效做的也不错，因为他把很多音乐恐惧元素不错，比如敲门、电话，还有就是莫名其妙的脚步声，这个是他做的比较到位。就是而且就是他到那个就是他回归了另一个传统，就是到那个储存屋的时候，就是那个里边有箱子有储存点的时候，那个屋不会有怪进，你会放一种比较祥和的音乐让你稍微稳定一点嘛，然后就离开这间屋子的音乐就都会变回那种，就是有怪了会特紧张，没怪的时候会特恐怖，而且就是会有你莫名其妙就会听到有脚步声，然后或者有敲门声，或者有电话声，因为它里边会有一些电话要求你去接，然后会有一些杠杠当敲门声那种紧迫感。就刚才不是一开始那情节就是嘛，就是咣咣咣咣一直有人敲门，就那种紧迫感会让你很害怕。那这样啊，你啊，把存档调出来，咱们看看最后那点儿，好吧？完你操作一下，完让蛋塔，他玩了一小时了。来，那个作为黑水公园唯一那个未婚的男性，胆大自居。就是我玩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因为之前我们玩这个都是月间视角，然后第一人称他代入感确实很强。这座对咱还没提，这座是第一人称视角。对，他因为之前那个我是玩过二跟四的，然后用那个月间视角打的话，我是纯把它当做一个射击的游戏。然后二的解谜成分会比较强，然后这一代新的它解谜的难度，我觉得反正比四提高了不少。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就是代入感，它的我觉得它剪辑做的特别好，它那种。因为我记得玩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上楼的时候，就用利奥上楼的时候，然后会从那个木头墙里面伸出一堆手来抓你嘛。但是在那个时代下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你让我现在再去玩那个我看了是没有感觉的。但是他这个第一人称他会把你的那个就是情绪带动起来，尤其是在那个金花这个喜新厌旧的人，就不选媳妇儿遭到报应的人，在他跟媳妇儿搏斗的时候，他媳妇儿把你扒拉过来，就把你的脸扒拉过来，你的那个视线，然后你感觉你就被抛起来，那个感觉做得特别好。就是这第一人称确实比月间视角能够更好的去抓情绪。对，那你都还没玩那个 VR 的吧？ CS 是玩了 VR 的，这真是被抛起来的感觉，是不是？完全是，而且戴上 VR 之后，我就跟你说戴耳机了吗？还，咱们不是之前说过那个什么感官剥离？我那个感官已经被调到这个游戏里边了，那个完全的感觉就是第一人称视角，这不是第一人称，我就是那人。就是像他说的，那你当时玩那个 VR 的时候，你不是手里拿着手柄吗？是，但是我没跟你说，第一感觉绝对不是摁手柄，
你不是拿手挡脸吗？对，我是拿手挡脸，所以就是手柄也不能给你让你有这种现实感，是吗？就是还是你在游戏环境里。是是是是。回来之后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在那块我试完之后我要买，然后老外操着一口特别不流利的中文，然后就说没有，然后说我说那什么时候有啊？然后就是英文了，人告诉说没有，得2月15号以后可能才会有这东西。我说那我也耗不到那时候了，那我就玩到2月15号。哎，我操！我有一问题，这他们有地图啊！我操！对啊，我刚才全靠记忆，我以为这个版本已经真实到没有地图了。我觉得这座就是它的光线，因为我有一剧透啊，那个一会儿咱们要录寂静岭，因为他妈都剧透一个多小时了。因为那个不是，我就说一会儿咱们要录那寂静岭嘛、啊。然后我这两天也在比较那个寂静岭，然后再看一些生化东西，然后我发现这一代它跟寂静岭的就是光线和那个构图的配色比较像，就是比较阴暗，然后偏灰色调，然后同时它加入了一个元素，就是手电筒。因为我们就是寂静岭，玩过寂静岭人都知道，这手电筒是这里边的一个最重要元素。全是满天大雾，你没手电筒，你哪儿都你什么都看不见。还有一个收音机。对，然后寂静岭里面那个怪出来以后，你的收音机会滋啦滋啦响。然后它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色调很符合那个恐怖游戏的一个元素。因为之前我们在宿舍里 ，CIS 老在那个 PS2 上玩那个《生化4》。就是我就觉得这生化四不就说跟那个 COD 有什么区别啊，不跟那个战地有什么区别啊，只不过就是把那个兵变成僵尸了。然后这一代它反正我觉得跟寂静岭比较像。我也比较喜欢这个。我替那个456说说话啊，首先我是从3开始玩的，就是也虽然不是从那个4开始玩的那波人啊，就反正两不像吧。但是我觉得四里边四五六它好在的地方，其实它是里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比如被追击的元素，比如说有一些紧迫感，比如会有水什么。但是它的那个操作方式的的确确不会有像二像三的时候那种给你的那种有那种压力，就是因为它那个压力不来源，你想二跟三的时候上面还给你倒计时呢，有多长时间怎么样的，然后你去开门去找东西，会有追猎者。但是四五六里边可能就是最多是个电锯男。是这种，它的解谜元素也没有那么强了。这个也是因为之间应该是做四跟做五六的这些，制作团队之间有换过，好像。那几年出四五六那个年代是这个PS2打枪游戏特盛行那个年代。对，那时候你想，那时候 COD 也是逐渐趋于成熟的那几年，包括那个索尼也出了很多这类型的游戏，战争机器什么的。对对。微软吧，作为卡普通来讲，他是那么一个会赚钱的公司，那他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啊，是吧？而且四五六的销量的确不错，对，就是还是挺会赚钱的。他会审时度势，说这时候市场需要什么风格的。《生化启示录》的时候，他那个节奏就特别像美剧，看很多玩家说卧槽，这个剧情一气呵成，大家都被那个剧情那个连贯的剧情紧张的那个气氛吸引了，以至于忘了。这他妈到底是不是生化了？是不是生化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就是所以他在每一座里边，包括他一些外传吧，他这个他目的性很强。我到底是走一个什么方向的？我这个方向肯定是能吸引到什么人的？对，你想 VR 刚他妈出，他得赶紧追着这风上期，他特别明白，他特别明白他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就是。他是一个特别会融入主流的厂商，他其实不是融入主流，他在引导主流。因为四上的时候，大家会有同样的疑问，就是四跟三一二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也是一个新的开启，四五六是一个系列。你再去看这个七的时候，这又是一波新浪潮了。他跟科南米最大不同点就是，你老觉得他就是每次都没有打出十分力，每次都是七八分力，就是你觉得哎呦我操，可以啊。结果呢，你玩之后觉得我操，我觉得。好像这个厂商还有点技术或者还有点想法没拿出来，没错。你不像他妈科南米是这两年的话，你感觉你看那科南米的那个实况，就是对菲菲已经完全追不上了。每出就这两年的实况，就是已经是努着劲儿去，但是销量跟菲菲已经是他妈的真是差太多了。乾隆电影系列一直都很厉害啊。小岛修复不也走了吗？感觉其他的那些老 IP 好像都无法重现，就是以前的那些辉煌，以前科南米的那种辉煌。但是你看卡普通吧。这么多年就是他手里这些老 IP 一直能玩下去，对，知道该在哪个平台发什么劲儿。你看他们的那个 3DS 出的好的时候，他就把他们怪物猎人在 3DS 上做独占，
你知道气死他妈索尼的这帮人。而且你刚才说他手上的这些 IP， 其实我们玩的很多，他们这些 IP 还特别逗。嗯，他比如说开发这个《生化危机》的时候，我忘了是哪一代了。他当时开发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模式？好像是2.5还是 3.5 还是几点五，我忘了。中间的一个半成品，开发了也就完成了60%。那个版本最后做成的是《鬼泣》，就是他们其实也挺会玩，而且《鬼泣》卖的很好啊。对，又会赚钱，又会引领风潮。对，《鬼泣》还是《鬼武者》，我忘了。然后像那个就是《生化》，我记得当时我玩《生化》的时候，我还玩过一个，就是那个《死亡之屋》。因为它是纯射击类的，然后我特别爱去那个游戏机厅，就是街机，就是而且它那个手枪是带震动的，对，而且它是那种就是你手持枪跟手持手柄是两回事，对，然后那个它还能就是在那个手枪上除了那个扳机以外，你还可以扔闪光弹之类的或者手雷之类的，就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新颖。说什么这后头还挺长的，你等不到最后大结局了，我可以看看有没有能直接放的。那算了，我们一会儿那个那优酷通关吧，我们啊对啊，优酷通关看吧，优酷通关看吧。打了一共花了14个小时，然后重打了，就是那个，比如说 boss 没打过去，他会让你重新打 boss 嘛？就你觉得内容充实吗？这是充实，就是打了14个小时嘛，然后从就是死了大概40多回，然后在春节期间带着孩子一块玩，我觉得也挺其乐融融，反正算过了一个不错的假期。然后现在在打困难，但是你媳妇儿不太乐意。没有，他只是嘲笑我，啊、嘲笑他只是嘲笑我，觉得这有什么可怕的呀？这有什么可怕的呀？因为确实有一段在下楼梯的，就有一段那个往梯子下边爬的时候，我确实一直在碎碎的念，因为那会儿你身上没有枪，然后你也明确知道那个下边会有东西吓唬你，所以每下一节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下一节会害怕，就是会有东西出现。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未知的恐惧，就是。也不是纯未知，就是你知道东西有吓唬你，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来，这种感觉是最害怕的，对吧？如果说这个跟一个恋爱游戏似的，啊，阳光明媚，然后突然出去打妖怪，你就是吓一跳，但是没有那种长期的恐惧感，它这个会给你这种恐惧感。我觉得值得一玩，挺好玩，从游戏性挺好玩，解谜程度比较复杂。如果就是喜欢玩《生化》1、2、3维罗尼卡的这些，玩它是非常合适的。那你看攻略了吗？玩的是没有没有特意没看，所以我现在也有点后悔没用 VR 玩，没用 VR 玩第一遍，因为用 VR 玩第一遍，你不是告诉他妈的用 VR 玩，你还觉得准备救心丸吗？啊，对啊，是啊，就准备是当时准备带着救心丸玩 VR 的，真的是没用 VR 玩，但是我也想了，因为在网上看有人评了，就是说。着急打通，因为现在不是好多这种优酷通关嘛，他们其实第一回，嗯、就是包括对我在论坛上看，今天还没工夫说了、嗯，有一个是彩蛋帖，说这里边的彩蛋特别多，嗯，有很多都是跟克里斯啊、嗯、他们对有，跟之前主人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些元素在里边，对 是包括说造这个小女孩这个公司，实际上在之前也都是提到过的，对，他是虽然说是感觉没有一个人出现，但是那个大的世界观是。对，所以我觉得咱们等，如果他出 DLC 还有新的这个故事延续的话，肯定会有，咱们回头可以连着彩蛋啊，也可以。其实因为咱们这个游戏嘛，嗯、也是春节前这几天，嗯，金花非常仓促的就完成了，对，14点草草了事，不是就是我对最后说一个，就是好多其实好多现在好多人做这个直播嘛，因为我看了一个人就是挺专业的玩这个的，玩的人可能比我好，人家才死了可能不到10回，然后就是说。他为了能够去直播，但是直播肯定人也为了效果，不可能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打，会很傻逼嘛？可能我在一个地儿转3小时都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是先要尝试打通一遍。说他打通那遍的时候就没戴耳机，就是他是带着 VR 打的，就是打到了也是开始那1/10就实在接受不了了，就最后把耳机摘了打完的。就是后来啊，没还不是说打耳机摘了之后打了一段之后，最后还是换电视打了。说如果用 VR 打，时间一定会更慢，就是你会害怕，你会恐惧，会。让你打得更慢，如果你想快速打还是用电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说这个会晕啊会这个什么的情况，可是我觉得 VR 我玩了大概10多分钟吧，没晕啊，我觉得其实那体验还挺好的。你那个全在前10分之1基本都是剧情，就是你在后期跑起来的话会有可能会用它，因为我觉得 VR 它那个转动视角的方式跟我们用手柄是不一样的，它那个转动视角的方式是说你用头360度你看哪儿它就能转，所以其实跟你正常的那个方式会体验会更好，不会那个屏幕那个快速的旋转，不会有那种。那还行，那因为我没有 VR 不知道，我还行。但是我看网上有人就是最后还是回归电视打完的。我觉得你用 VR 没问题，害怕。
是吗？你害怕是吗？真害怕。但是对对，我觉得你虽然打过一遍，但是你用 VR 可能还会有临场感，因为我刚才试了一下，他这做那个随机性做的挺好的，嗯、就是包我刚才被那个一拳大叔满屋子追的时候，嗯、就是他有一个破墙、嗯，但是我第一遍从那墙里走，就是他没破。我第二遍就是回去存东西，我去拿那个开锁器的时候，嗯、他从那墙里出来了，这就有点什么以前老生化的那个桥段了哈。对，第一次走有时候没事，有时候第二次走没事。但是我第一次死的时候，我第一次从那个走廊过，他就从那个破墙而出了，就是、啊、对，是是，对吧？有随机性，对，所以就是说你戴上 VR， 你虽然可能知道他会从墙里出来，但是你不知道他第几回出来，还是会吓一跳。对，是是、啊，所以他这个可能会让你就是重复玩游戏这个次数增加啊。对。嗯，对，受刺激是对、啊，就是我媳妇儿就是最后一个评价就是你有病，你一直自己碎碎骂还不敢往下玩，你为什么要玩？好，很心酸啊！我为了做节目，我要这么回答，为了做节目。而且我刚才就是，我刚才虽然拿电视玩没用 VR 啊，但是我感觉我用 VR 也会做这样一件事，就是我拿着枪第一件事，我先让自己背靠墙等一大叔出来，真的。我刚才就在那儿，就一直跟大叔僵持，他就在那儿喊：“你在哪儿呢？”什么这那，然后我就躲在墙角。对，他特别真实，他就是不叫躲大叔，很真实。你就有时候会开一个门缝，你看大叔走到哪儿了，然后他那个投影到什么位置，他在哪儿拐了，你赶紧趁他从他背后抄过去。对，然后我是因为拿着枪了嘛，我想跟他打正面，然后于是我就躲在墙角里，然后因为我背后是墙，他不能从我背后出来。但是后来从他那个破墙而出的时候，我感觉可能背后也不太安全，你知道吗？也不太安全，所以反正我躲了一个就是地库的那个门后边，我觉得他不可能从这出来。然后我一个人躲在墙角等他出来，我想给他打到硬直，然后我从他旁边过去。啊 ，OK OK， 那个我感觉你还是犹未尽啊，是是不是？是啊。但是啊，你要想玩还自己买去，因为那个金花鸭买的是下载版。我知道，知道，没事，我把机器放下，好吧。生化危机七、嗯、啊，就到这儿。嗯，好，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拜拜。